直播把11月6日讯上一场的加时绝杀取胜的广东坐镇主场迎来福建的挑战。广东虽然上半场进攻端表现出色，两节均砍下至少30分的表现，但他们防守端也没能限制对手。陈林坚半场命中4记3分，尼科尔森面对旧主半场贡献19分8篮板，福建带着6分领先进入下半场。下半场的广东接管比赛，他们在第三节末段送出一波16-4的一举反超比分，莫杰德赖尼和杜莫曼峰狂飙近三分，不断拉大领先，早早奠定胜局。最终广东142-129击败福建，迎来8连胜。双方数据，广东德赖尼31分10助攻3抢断2篮板，威姆斯22分3助攻6篮板4抢断，杜莫曼19分，周彤18分5篮板2盖帽，赵月18分2篮板2助攻，任俊飞4分5篮板2助攻，苏伟8分7篮板，薛杰7分，胡明轩5分2篮板。福建尼克尔森32分13篮板3助攻2抢断，陈林坚30分3篮板，王哲林25分9篮板3助攻2盖帽，杰特15分6篮板6助攻，黄义超9分3篮板，胡龙茂8分3篮板2助攻，孙哲5分，刘明宇3分5助攻。虽然是客场作战，但是福建依靠着陈林坚开局2记3分率先打开局面，广东这边周鹏随后不久回敬1记3分破黄，相较于上一场的全面爆发，这一节广东相对有些沉寂，福建则不断抓住机会打出反击，黄义超和陈林坚相继命中3分帮助福建牢牢掌控局面，周彤和赵恩瑞凭借个人能力连续单打得分止血，但陈林坚这一节状态大热，再度上篮得手，拉锯战中杜润旺的3分帮助广东扳平比分。不过福建没有慌乱，杰特末段连砍4分帮助球队止血，随着胡龙茂压上再走，福建37-32领先广东结束第一节。次节开局，苏伟和威姆斯接连得分，帮助广东迅速追上比分。不过福建这边尼科尔森迅速命中3分还以颜色，拉锯战中学姐命中个人 CBA 生涯第一记3分，帮助广东重新打开局面。随后周鹏打成2+1，加上德莱尼的反击上篮，广东送出8-0的攻势完成反超。突然的落后并没有击垮福建，相反黄义超补篮为福建破黄，尼科尔森连续强攻拿分稳住局面。最后的对决中，周鹏急停跳投得手，但回过头来王哲林和尼科尔森连续回敬中距离投篮做出回应，半场战罢，福建71-65领先广东结束上半场。一边在战，尼克斯开局不久便在篮下强攻打成2+1，不过广东很快找到感觉，虽然失误不少，但德莱尼和威姆斯两个外援组合打出配合，连续打成反击，迅速追进比分。威姆斯快下跟进上篮得分，曾将分差缩小至2分。不过尼科尔森迅速回敬3分稳住局面，拉锯战中广东终于找到反击感觉。赵瑞先是造犯规2罚全中，随后反击打板3分得手，他一人连砍7分，加上队友连续冲抢到进攻篮板，广东送出一波 16-4 的攻势，一举反超比分。王哲林的空接扣篮帮助福建止血，但德莱尼外线三分再中掀起新一轮攻势，随着周鹏压上远投得手，广东101-92反超福建9分结束第三节。末节开局，广东的攻势还在继续，杜润旺上来就是一记3分，不过福建这边王哲林上篮和尼科尔森的3分做出回应，不过广东这边德莱尼开启得分模式，借着手热连飙2记3分和1记反击上篮，另外一位神奇小将杜润旺也在随后飙进3分，广东疯狂一波流不断拉大领先。此后的福建每一次反击得分都很艰难，反观广东都打得游刃有余，德莱尼一记骑马射箭的压哨进球打得异常轻松，广东几次流畅配合轻松打成。末段福建虽然一度将分差追至11分，但时间也所剩无几，最终广东142-129击败福建，迎来8连胜。
双方首发广东赵睿、威姆斯、周鹏、任俊飞、苏艾福建、刘明宇、黄义超、陈林坚、尼克尔森、王哲林。